给你看，好，这冷气都有时间啊，时间盖要做要忘，人要能接受啊，时间几波，跟他看看这边啊，如果东西给我时间给我寿命，肯定要做好，它的螺丝用久也是会生锈，它风扇没有跑，看到吗？一直有跑，它孔别色已经锁住了啊，孔别色已经有漏了，这么有漏，它风扇时间盖它就漏，非常适合。这边整个设备整个几厘号做，看吗？有根，风扇化掉了 ，OK， 里面孔林柜也是漏，然后这个水它是破裂渗，化掉一下啊。大概它保护性还是善良，啊，这个保护它，它漏小没有办法，它漏盖肯定会停，里面肯定有漏啦。那么里面呢、啊，人家讲设备过量东西，那么会破掉。哦，它一定准啊，这个叫一定准。哦，它摇，这个也可以加标个，没有可以做个有个东西。哦，时间漏了，看嘛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不管有忘过了是怎样，要能接受，不要埋怨自己。公司石板可以做个活板的东西，那么好会磨高。告诉我去研究一下啊，时间到这边几个 KM 要能接受了，满意了。车主刚刚我有给他看了，不管是普通种族人，我们也不怕你。好、哦，有时间到要能接受，如果你不相信，可以投诉我，都不用紧。不管有几个年的经验，冷气冷了一定要会休息，哦，不能休息不是冷气。哦，螺丝有些用久了生锈，螺丝生锈啊，不可能生锈，然后放哪里呀、啊？哦，生锈，换好一点螺丝给他们又没有，测了肯定死的哦。这东西没有那么容易测，悍马全部搞这边了、啊，给他满意一个加高啊。社会人家所讲，你只要整个几厘号 specially 做 echo， 每个自己配自己。我所讲的，看你们有几个可以做啊，时间盖肯定要做。如果等下我会接漏给他，肯定有漏。人家讲新兴的时候。还有一个 APU 个是可以用哦，不是讲 APU 个肮脏，你们要自己洗哦，洗啊是你们自己好。我老师有叫我没叫我，我们用真心话所讲的，不管什么车，我有给我看过了，啊，就谢谢大家的配合，不会请教问人家怎样做，不用爬鞋，因为全部爬鞋啊，脸社会脸就给你丢完了啊，你们大家华人不要吵就好了啊，不管什么人格一样，谢谢大家。